终于还清贷款了，真是无债一身轻啊！啊，清偿证明哎！想当初我们为了要开店创业，身上手头的现金也不够，所以只好拿房子去抵押。当时的压力真的好大哦。对啊，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事业有了起色，上天保佑啊！哎，对，真的是感谢老天帮忙，太好了，我们的贷款终于一点一滴的还清了呢。为了庆祝，我们今天去吃大餐吧！哦，太棒了！清偿证明啊，对哈、哦，当初有去地震事务所办设定，现在贷款还清了，也应该要去办涂销才对啊。对啊，你看你昨天高兴的，这么重要的事都忘记了。呵，还是赶快去办吧。我们赶快走吧。好，我知道了。OK， 好，谢谢，好，谢谢你，好，拜拜。老婆啊，之前银行是不是也让我们投保什么火灾地震险的啦？对啊，怎么？现在因为我们提早还清贷款了，保险公司说我们可以退保费。那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文件呢？我看一下哦，现在只缺清偿证明哎。可是我们那时候办涂销的时候，地震事务所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走哎。啊对哈、哦，当初办涂销是忘得一硬哎。还是我们去一趟地震事务所吧。遵命，老婆大人。你好，请问要办什么业务？我们当初有来这边办涂销，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用到清偿证明，当初就是忘了把它印起来。之前有来办涂销，然后现在需要用到清偿证明，那请问我要怎么申请？好，您请稍等一下，我请我们档案室人员帮您做处理，稍坐哦。喂，您好，这里是服务台，现在有民众需要调案，麻烦请你们下来帮忙处理，谢谢。先生小姐您好，我是档案室的承办人员，请问你有带身份证吗？我帮您核对一下身份。好，先生，请问你是要调阅原案吗？好，请问你是案件里面的当事人吗？哦，好，谢谢。像这一类情形，因为小明是原申请案的申请人，而且是亲自到场申请，所以只要携带他的身份证正本就可以办理咯。先生您好，这是您要的资料。以下我们为您整理各申请资格需备齐的证明文件，如您为原申请案的申请人或代理人，而且是亲自到场办理，请携带身份证正本；若您委托代理人办理，请携带申请人的身份证影本、印章和代理人的身份证正本；如您为登记名义人，而且是亲自到场办理，请携带身份证正本。若您委托代理人办理，请携带登记名义人的身份证影本、印章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正本。如您为与原申请案有利害关系之人，请携带身份证正本和其他相关证明文件。另外提醒您，依据内政部订定的相关收费标准，登记申请书及其附件影印工本费，每一张新台币10元。登记申请书及其附件阅览、抄录或摄影阅览费，每一案新台币75元，限时20分钟。申请登记案件影本，目前可透过临柜申请、网络预约及跨县市代收的方式申领哦。若您需要本所提供延时服务，请上本所网站首页网路预约服务的服务项目延时服务项下填写线上预约表单，将会有专人和您联系。经过以上的说明，您是不是对于申请登记案件影本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了呢？相关服务欢迎您多加利用，本所将竭诚为您服务。